每一天其实都要带他，就是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出去公园散步，然后在外面绕一圈。他是一个很需要出去的小朋友，然后所以每一天就看他就是像 Dr. Evil 一样，你知道 Dr. Evil 奥斯汀 Power 一样镜头，享受360度的视角无界限。我一直觉得能够完成这个作品，然后可以是用这种风平浪静的方式，可以出现这么好的成果，是我很少很少遇到的工作经验。嗯，只能说天秤座的男生真的都很优秀，从林志颖到我老公这样。争执的一次大概就是拍这个容积摄影，最后其实他想要一个很优美的跳水的画面，所以我就在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，其实我要往后仰，就拍那个雀巢柠檬红茶广告。啊，讲起这个广告，我觉得我好老。然后，对我真的跳得不好看，所以最后没有采用。对，但往后导完以后，其实我有站起来，就是这个在精神上踢导演屁股，这样踢他一脚这样。想干就是这样踢他，还是真的想踢他屁股？对，就是就这个就很认真的跟他说这个。对，老娘这个唱歌不只是靠脸，还是靠腰这样。我大概倒了个8次还是10次，倒到最后，倒到最后就是我坚持不是我肢体的障碍。这位小朋友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稳定的小家伙，我觉得可能比他爸爸妈妈都还要稳定，比他整个家族的人都稳定。对，然后所以他就是一个吃好睡好笑很多的小孩，嗯，以至于我觉得其实要聊起他的近况，对，其实挺无趣的，因为他就都好好的，就是对。所以也没有觉得难带的时候，还是因为他现在应该开始会讲话，会拿东西，会做一些事情。他目前就是讲。嗯，妈妈，然后哒哒哒，呵啊，呵呵，哇，就讲的，因为真的有点无聊，是因为他就是一个那个佛系小孩，就是他是一个每天都要出去巡逻的小朋友，就是每一天其实都要带他，就是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出去公园散步，然后在外面绕一圈，他是一个很需要出去的小朋友。然后，所以每一天就看他就是像 Dr. Evil 一样，你知道 Dr. Evil 奥斯汀 Power， 对，原本是要开万人规格的演出，所以制作，对，我们原本是定在南港展览馆，但是其实我第一时间我是大概最早自己取消表演的，其实大概在3月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，到下半年可能，